现在的剧情是我刚刚把一帮直播的时候，我才看到原来杨洋他跟关关是有的拼的。如果杨洋的人气比他高的话，杨洋就是明天杨洋就会出去，我就跟关关 PK。 你那一票如果投我的话，我就留下观众。你知道，好想想这一点，你想跟谁玩这个游戏？嗯，你是一个聪明的，因为他性格太冲，不适合我跟他们走做 CP， 这个是事实。我能过来吗？能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能，因为都是聪明人，还是愿意跟聪明的人、成熟一点的人玩。成熟了，对。来我们这边吧，来我们这边，我们这成熟一点。我来我自己这一边。你这里来我自己。我们这里有32场演唱会，我带你。我外面的东西也要扒进来吗？我特别喜欢跟 Tio 聊天，他很是他想保的是他而已，因为我想跟他玩，他很聪明。我也想跟他玩，我也想跟你们两个 PK。我说真的，我跟你说，第一天看到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已经，我就觉得，不简单。